哇，乔治，你这买的是什么呀？怎么有这么多小恐龙呀？大头，这是我买的恐龙小火车。来来来，我们一起来排一排吧。我们要按照这个数字的顺序给它排。这里呢是火车头，这个火车头上面呢是霸王龙。哦，乔治，我知道。接下来这个是数字一，要排在这里吗？哎，不对，大头，这里还有一个数字零呢。我要把数字零排在这个霸王龙的后面，然后才是这个数字一呢。哦，这个是肿头龙，这个数字一是什么呀？我认识，我认识，这个是雷龙。接下来该数字二了，数字二这个是蛇颈龙。数字三呢？数字三这个，哦，我知道，这个当然是棘龙了，谁不知道呀？哇，快看大头这里啊，数字四又是一个霸王龙。哦，数字五呢是三角龙，数字六是剑龙，快看数字七甲龙来喽。还有这个是数字八，翼龙也跟上。最后一个呢是数字九，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哎呀，这个是复制龙，小伙伴们都知道呢，跟上吧。哦，我的数字小火车要开动喽。